那咱俩切磋切磋，不知白浪小姐意下如何？小姐，使不得。怕了？不敢切磋也没关系。那你就得像拜见女皇一样。 三叩九拜的来求我，这样的话，我可能会大发慈悲。向你三叩九拜，松本惠子，见过太阳打西边出来吗？啊？只要你不怕丢人现眼，奉陪到底。 剑无情，你现在后悔，还来得及。那好，如果你输了，你必须三叩九拜。废话真多。要是你输了呢？如果我输了，我也三叩九拜。用不着。 你只要跪下，磕一个头就好了。一言为定。你们日本人一向言而无信，我希望你是个例外。我以一个帝国军人和天皇的名誉起誓。哟，天皇都搬出来了。 我先让你三招，来吧。什么？惠子要跟白浪比武？机关长，他们已经在院子里面拉开了架势。 输了，三盘两胜，现在还没有分出胜负。好。
那我就陪你三盘两胜。